放一下吗？好的，来三二一，谢谢。很爱用这个哦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嗯，还有什么表情包？还有什么表情包啊？就是平时用的比较多的表情包是什么？还有就是那个什么，嘘，和这个、这种的、好可爱哦，姐姐。老师，我画的好像好可爱。问老师你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嗯，偶尔，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表情包，不太会用那种就自己美的，就是会用。不太用正常的，我可能会用那种什么比较搞怪一点，就像刚刚有那种翻白眼的呀，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鼓掌的呀，这种啊祝你开心什么之类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按你手上的书架跟小兔英子的脸特意设计的。对，是为了这次的舞台特意设计的。然后因为我觉得指甲也是一个最近我觉得搭配衣服的时尚单品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戴甲片，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戴甲片的，可能我的指甲会比较薄，然后比如说我根据每一天的衣服呀，或者是我们要出席的场合，就现在贴甲片。